Our first speaker for tonight, presenting to you MCCM Ooi Wee Shih. 大家好，我是李斯。从中学、小学的成绩都不需要让父母亲担心。还记得在我高中三那一年，以相当不错的成绩，达到全国独中，只有四名的独中生拿到奖学金，晋升于澳洲的一间很著名的大学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就读我的经济系。 因为从来没有读过经济，所以大学第一年非常的用功，而拿到了6科 distinction， 成为全国澳洲大学呢最 top 5% 的学生，除了用功读书，篮球绝对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大部分。在中学的时候就拿过两年的全国赛冠军，而在澳洲的时候呢，除了读书，大部分的时间我也喜欢去打球。曾经参加过呢全国半职业华人联赛，也连续拿了两年的冠军，那两年也成为全国半职业华人联赛的 MVP。 我曾经参加过1996年全国海螺幸运，得到了最佳做事奖。那一年还跟阿牛跟梁静茹同台呢。去了澳洲过后呢，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底下，我的吉他老师也拿了我一首创作，参加了全国澳洲创作比赛，也在那一年得到了全国澳洲比赛的冠军。虽然拥有优秀的大学成绩，也满腔的抱负，但是打工的环境与性质一直不是我所喜欢的。23岁的那一年，我加入了爱康，也因为参加了一场口才宣班，改变我的一生。我听到一位讲师分享，我们和年轻，我们可以5年、10年成功，我们可以等，我们的父母却不能等。那个时候我才想到，我父亲已经63岁了，我是要很大的决心，一定要在2年里面把爱康聘起来，让他能够退休。在爱康聘了1年过后，我就突破了5位数收入。 更在我25岁的时候，每一个月都拿到了超过25千的收入。在爱康，我也认识了我这一辈子最爱的女人。在爱康这12年里面，我们总共得到了3辆豪华房车，Mercedes-Benz， 1辆Toyota Celica 成为我们结婚的时候的新娘车，还有一辆崭新的 BMW 5 Series。 同时，也因为房屋基金，我们拥有1间超过50万零级的半独立洋房。但更重要的就是，在我做了爱康2年过后，终于让我父母亲得以退休了。爱康让我们两夫妻的脚印踏遍了全世界。我们去过了许多的国家，包括日本、澳洲、纽西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以及刚刚我们从瑞士回来。我们的团队总共才为了7位 CCM， 还有12位的 DCM。 他们就是 CCM William Siu， CCM Ooi Wee Kang， CCM Leong Chi Kiong， CCM Sylvia Chua， CCM Summer Lee， CCM Wee Ru Yi， CCM Grace Tan， DCM Tan Mei Ling， DCM Teo Seng Kiet and Angie Ng Pei Bing, DCM Josephine Chong, DCM Kim Tan, DCM Jin Tan, DCM Ivan Wong, DCM Di Yun Yi, DCM Kong Kai Man, DCM Raymond Lo, DCM Shane T, DCM Tan Kim Ki, DCM Tan Yi Xing， 让我们把爱传出去，用热情燃烧全世界。我们用热情向前进，就说你的动作就像用超人自己。我说我的音乐能力强，就靠点自带，化作了各自带出去不管在哪。我就想看见世界的云朵从你脚下过，慢慢的睁开，慢慢的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够了。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觉得什么？ 想要听我唱歌吗？想要听我唱歌吗？想要跟我一起唱歌吗？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你的梦想在哪里？你的梦想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就算你和我有多么会唱歌，就算你和我有多大的抱负，就算你和我的成绩有多么的优秀，但是在我们毕业过后，我们就被一条很粗很粗很粗的铁链给绑着了。这一条铁链仿佛永远都脱不掉，它就是打工。当我们在打工的时候，你几点吃饭是别人决定的，你几点回家是别人决定的，你的收入是别人决定的，你的价值是别人决定的，连你的梦想也是别人决定的。在我23岁打了一阵子的工过后，我就发疯了。我不喜欢办公室政治，我不喜欢去讨好我的上司，我更不喜欢我每一天做的事情跟我未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现实的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就在我23岁的那一年，我遇到了爱康，我遇到了一位就好像今天一样带你来到全国表扬的贵人。让我们给我们所有的贵人一个热烈的掌声。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因为爱康，原来我也可以创业。创业就是自己的时间自己决定，自己的收入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自己决定。就我当我想要疯狂创业的时候，竟然有人告诉我创业很辛苦，传销很难做。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爱康愿意栽培我。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爱康给机会我创业。当我在参加一场口才训练班之后，我才第一次开窍，要让63岁的父母亲退休。就当我要尽孝恩的时候，竟然有人告诉我创业很辛苦，传销很难做。我觉得这些有些人是疯了。我才不理会有多少的嘲笑声，我才不理会有多少人拒绝我，因为我要让我父母亲退休的决心是大过一切。所以在2001年9月28号那一天，我23岁的生日那一天，我就全职于爱康。从那一天开始，我告诉我要脱掉那一条很粗很粗的铁链，从今以后我不再帮别人打工。因为爱康完美的系统教育，虽然23岁的我什么都没有，在一年后我就上了 DCM， 突破5位数的收入。在18个月的时间，我就拿完爱康的9大利。在全职2年后，我就驾了一辆超过300千的马赛蒂的房车，来到和今天一样的全国表扬大会。那一天我也是牵着我的父母亲，就像你也一样，来到这个全国表扬大会。在我28岁那一年，在我做了爱康5年过后，我赚掉我人生第一个100万。以前啊，
我的收入一个月才1500块啊，各位。在康州5年，我赚了这一个100万，这100万改变了我整个家里的命运，这100万让我父母亲退休，这100万让我还清我父母亲的债务。记得在那一年，在父亲的生意开始面临问题的时候，我母亲曾经告诉我，再不然就把我们住了这30年的屋子给卖了吧。我告诉我母亲，这间屋子绝对不能卖，因为爱康这100万不止没有卖了这间房子，我们还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感谢爱康。这100万让我拥有了3辆房车，这100万让我拥有了一场梦想的婚礼。这一场超过100千的婚礼是我送给我太太最好的礼物。赚了这100万，一切就结束了吗？没有，那年我才28岁，20几岁的我，月收入有几万，出入豪华房车，去了10个国家旅行。但是我知道，这并不只是爱康给我的，爱康给了韦斯不止一个事业，爱康也给了韦斯一个温暖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爱，在爱的背后又肩负了一个传承的责任，要传承的就是爱康一直以来的理念，叫做造就你我，成就他人。感谢爱康。在这个家里面，我特别要感谢2对重要的人士。第一对就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栽培着我们的 SAP 上线，广门与惠林夫妇，谢谢你们。上线，你在哪里？上线，这里有一张你的相片，那张相片是4年前的全国表扬大会，2009年你站在这里，你送了我们在场所有人8个字，叫一路以来，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那一年的我们过得有些挑战，但是因为你这8个字让我深深知道始终如一在爱康是对的。每一年你承诺要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可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足够的分量，才不会丢你的脸。在3个月，我跟我的团队很努力，我们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业绩，我们升上了 double crown， 韦斯的收入也突破了6位数，就因为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我爱你。今天这个舞台是你给我的，谢谢你。还要感谢一对永远在背后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永远信任我们、给我们机会的我们最尊敬的上上线老大与美善姐，谢谢你们。每当我想起这2对上线，我的心里面只有2个字，就是报恩啊。爱康可以为我，我一定也可以为爱康。在这里我也想感谢爱康的2位创办人，就是我们的老板 Mr. AK Dan and Mr. Ho， 谢谢你们。还有一位永远充满着智慧的 Vice President， 谢谢你 Ms. Bang。
最近美森姐常常接好消息给韦斯，都是关于国际市场的，每次看的都热血沸腾。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老大美森姐，在未来的五年里面，韦斯一定会随你的脚步攻打国外市场。谢谢你们。还想听我唱歌吗？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今天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可以强烈感受到你内心有那一团火，那一团想要创业的我，今天就勇敢释放你的热情，用热情燃烧全世界。今天就勇敢释放你的热情，让热情燃烧全世界。在过去的这十年里面，有一个人，永远都有这一个人，他永远是我最好的聆听者，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支持者。因为他，我感觉我完整了。因为他，不管在康有所有的挑战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这一切挑战的来临是因为要让我遇见他，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天不要他来到台上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祝福，这个时候大家以最热的掌声来欢迎我这一辈子最爱的女人，这就是我的太太韦琳。有一位女人，前几天她一直告诉我，她很怕出席这么大的场面，但是我要知道，你每天看我这样拼爱康，就是因为在十二年前我看到你们工作的那么辛苦，我告诉自己我要争气一次，我要让你们退休。虽然今天我父亲不能在这里跟我同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与我同在。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永远是我最爱看的动力，他就是我的母亲。今天我要欢迎一直以来照顾我们的文月父母还有我的孩子来到舞台上面，来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如果不是他们，我今天就不会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永远是最相信我，
最支持我永远没有质疑过的我最爱的团队，以激烈掌声欢迎他们来到舞台上面来。谢谢爱康，谢谢所有的所有在背后为我们付出的人，韦斯接下来一定会更加努力。在这里我们以一个爱康欢呼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一二去，谢谢大家。Congratulations to MCCM Ooi Wee Shih! There are many bonuses in Elkin, and one of them is the car fund. Over the past 18 years, more than 2,000 distributors have achieved their car funds from Elkin. Let's welcome car fund achievers! Welcome, Car Fund Achievers Year 2013 on stage. Let us with a warm applause welcome all our car achievers. Dia layak untuk mendapat selama 4 tahun, malah boleh mencapai maksimum 7,000 sebulan dan boleh direqualify setelah 4 tahun lagi. Sungguh luar biasa, Elkin. Berikan tepukan kepada Elkin. All of us can dream of driving a luxury car in Elkin. With bonuses paid up to 7,000 every month, can you imagine? Your dream of driving your BMW, your Audi, your Porsche perhaps, even your Ferrari is not too far away with the Elkin Car Fund. A big,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Elkin for this wonderful, wonderful bonus. Bagi menyampaikan anugerah tabung kereta ini, marilah kita menjemput sekali lagi barisan pengurusan tertinggi Elkin.
Dipersilakan barisan pengurusan tertinggi, Mr. Michael Long, Miss Pang Min Fa, Dr. Henry Yeo, Mr. Kui Jin Xiong, dan Mr. Samuel Chang. Kaufman Achiever Wan Najib and Sharifah Hajia, Rosita Ismail, Krishna Veni and Ramanathan Kali, Wong Luping and Sarah Chad. Chisa Didi Dato, Omada Tessio Pang, Ita Binti Haji Amiruddin, Zarina dan Muhammad Rosaidi, Hugh Ping, Nancy Ting. Kafan Achiever, Muhammad Nazaruddin dan Nurul Aini, Dinesh dan Jayanti, Nick Sien In and Wendy He. Kafan Achiever, Yogesh and Batumawati, Christine dan Shaharuddin. Kafan Achiever, Ali Rahman, Nusyarita, Baby and Anil Shah, Benjamin Moon, Dakwa. Kafan Achiever Raziato Adawiyam and Nor Aizam, Haja Jafar and Haja Norain, Fadila and Alfian, Ina and Boy, Roslina and Kamaro. Kafan Achiever Piao Senki and Ng Pei Bing, Yap Sun Beng and Kwek Fong Ping, Wahadanya Lan Wan Suhaila, Azila Binin and Nezwa.